创意吸金，文艺飘香，文创百宝箱。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交通大学在2000年成立科技法律研究所，并在本学期成立科技法律学院。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交大科技法律学院的副院长林志杰，以及科法学院的中国法治中心主任陈俊元，说明科法学院如何培育国际化跨领域的人才，以及和海外法律学术单位交流的情形。首先，我们先访问林志杰副院长。副院长您好。您好。副院长，您可以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交通大学本学期成立科技法律学院主要的背景，还有希望能够达成哪些目标呢？其实我们是升格交大科法所，从公元2000年成立到现在已经15年了。那么在今年的2月1号正式升格成为法学院。我们是全国唯一的就是一院一所，那么底下并没有大学部，但是却有法律的教学中心，以及中国大陆法治中心跟企业法律中心，也就是一院三中心，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专业法律学院。那为什么我们要成立法律学院呢？我想这个有几个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观察台湾传统的法学教育它不够国际化，那么除此之外呢，它跟实务之间的接轨性也非常的薄弱，那么导致我们的学生其实从大学法律系毕业之后要跨到业界去是有相对的难度的。那即便是做了研究所教育，它一样是以老师个人的研究兴趣为主，那么对于学生在目前国际化潮流下的核心竞争力似乎琢磨的不多。所以交大科法学院从就是建院以来，我们就一直秉持国际化、实证化跟整合化，那么去培养学生国际化的能力、跟实务接轨的能力以及跨领域的能力。是，副院长您刚提到接轨哦，那您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学校的话是怎么样来培育出业界所需要的人才，让这个同学毕业之后能够顺利的很快的能够就业跟业界来接轨呢？是，我想最重要的就是研究所教育其实是相对于大学教育，它是一个比较奢侈的教育，它很可能是学生最后一个学位。所以我们会希望学生在就学的期间就已经做好就业的所有准备。那么在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其实就是实习。我们可以去看一般的医学院学生，他要进入医院的时候中间一定会有教学实习的阶段，所以在交大我们开拓了非常多的实习课程，包括学生可以到台北地院啊，到这个新竹地院，到地检署，到智慧财产法院，到法律的 NGO， 到台积电去法律实习。那么我们甚至今年还开拓海外实习的据点，学生到新加坡的这个仲裁中心，到这个法国巴黎的商务仲裁中心，以及新加坡的智慧财产学院去实习。那这些实习的经验其实都累积了学生非常多的坚强的跟实务接轨的能力，也使得他一旦考上律师以后很快就能够找到非常好的工作。副院长，我们知道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读法律其实目前的产业的面向是非常多元的嘛，所以我们也需要一些跨领域的人才，不晓得需要在这方面的话是怎么样来培养跨领域的人才。我们其实也希望法律人能够多了解其他的领域，所以其实在我们的课程安排上面我们就有比如说新兴科技的概论，那像这种课是所有 background 是大学法律系的同学你必修的，你必须了解整个产业目前的需求，因为你未来的服务的客户有可能是生医产业，有可能是3C产业，那也有可能是跨国的这个海外的企业。那么此外如果他本科也就是大学的背景是不具有法学背景的，那么除了加强他的法学能力之外，我们也希望能够跟他本来的领域做结合，比如说本来土木背景的同学他可能就很适合去这个工程公司去担任法务的主管，那本来的背景是资讯的同学他可能很适合到这个网络的公司去担任法务的主管，那本来他可能他本来背景可能是电机的同学，如果学了法律他以后可能有机会进智慧财产法院去当制裁法院的法官。是，副院长，那最后请教您就是说你怎么样看未来在产业界需要这样科技法律人才的一些市场还有需要的一些人数的状况呢？是，其实目前虽然每一年收非常多的律师的录取哦，那感觉上竞争是非常激烈，有的人认为市场已经饱和，那事实上在我们看起来市场并没有饱和，它有很多的领域是还没有开拓的，只是说你如果只会传统的法律这一个东西你已经很难去正当化说这个叫一技之长，应该是说你告诉我你在法律这些领域里头你擅长的是什么，比如说智慧财产法律、生医科技法律、企业财经法律，或者是跨国商务仲裁法律，也就是说你在法律里面你还是要再有特殊的一技之长的专长，那么在未来整个法律的激烈竞争下你才有胜出的空间。是，非常谢谢林志杰副院长接受访问。副院长谢谢您。谢谢您。好，
我们接着访问交通大学科技法律学院中国法制中心的主任陈俊元陈主任。主任您好。你好。主任您可以先跟听众朋友介绍说明一下交大科法学院成立中国法制中心的主要背景，还有希望能够达成哪些目标呢？那其实早期这个中心其实在一开始是为了因应我们在竹科园区那跟大陆的一个交流，跟非常多的两岸的频繁的这个商活动，所在十几年前就有设立了。那在交大科法学院顺利建院之后呢，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把这个中心的这个效能更加的优化，那大概是分成几个面向。那第一个面向就是关于这个教学的一个面向，我们大陆法制中心一直有在持续开设有关于中国大陆企业法制的相关课程。那第二个就是有关于学生交流的一个面向，近几年来我们都有不断的送我们交大的学生到北京的清华大学、到上海交通大学等一流的大陆学府高校去进行交流。那同样的，我们每年也接收非常多大陆非常好的学校的学生来这边进行交流跟交换。那最后呢，就是有关于对于这个研究的一个方面跟各式各样的这种交流方面呢，我们交大科法学院我们历来非常多的这个校友，那在毕业之后呢，有进一步的到大陆这个大专院校高校去取得学位，那为这个两岸的这个交流以及人才培育那有非常大的一个贡献。那这个几个方面呢，也是我们以后在未来希望能够进一步结合我们在园区跟科技业的很好的这个地理的一个环境跟优势，进一步去结合这方面，然后来为这个两岸的交流跟科技的发展做出贡献。是，主任，那您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目前就是在两岸有关于这种两岸法律的人才的话，市场上的需求状况是怎么样的？这个目前呢，关于两岸法律的这个人才的需求其实是非常的迫切，而且是恐急的。那我们在这边希望能够结合我们交大在理工以及在科技园区的这样一个优势，然后能够有系统性的来做针对人才来做一个培养。所以说如同我刚才所说明的，我们不只是在这个两岸的交流学生方面已经有非常经常性的这样子的一个交流，那我们在这个学制方面，我们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学生就到大陆去就读攻读正式的学位，那也有大陆的学生来我们这边取得正式的一个学位。所以说我觉得在透过这样子比较频繁而且密集的这样一个交流之后呢，会让这个两岸的这个人才的一个培养能够更活化。那我们其实在交大科法这边呢，也不断的在开设这样一个课程，然后来去衔接这个不管是台湾的同学到大陆或者大陆同学来台湾他们的一个需要。所以说比如说我个人有开设中国大陆企业法制的一个课程，那我们也有本所的像陈志仲老师，他有开设中国生技的一个专利课程，那我们有另外一位叶国良的非常优秀的这个科技背景，那也取得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的实务界的这样子的非常具有经验，他在我们这边帮忙开设中国智慧财产权相关的一个课程。所以其实我们的课程其实是相当细致而且多元化，而且能够衔接跟帮助学生的不同的一个需要。是，主任，除了这些课程之外呢，如何让同学们能够累积更多这种实务经验？不晓得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规划呢？我们在这边呢，关于这个实务经验的部分呢，我们现在除了跟大学，如我刚刚所提到关于北京清华、上海交通大学已经有这样一个交流的计划以外呢，未来我们也希望说有机会跟大陆的一些，包括是有关于这些实习的一些课程跟一些机会，我们现在也在努力的一个推展中，看是不是有可能到两岸的一些办公室或是一些 NGO。由非政府机关或是大陆的一些机构来去看拓展这个实习跟交流的一个机会，这样子。那像比如说像在昆山这个上海很多台商的所聚集所在地，那我们也在正在接洽中，希望让我们的学生有机会到那边就地的，在学生的时候就去那边实习，那进一步的去了解大陆的一个法制的一个需要。所以透过这些交流还有一些课程哦，让同学们可以对于两岸的法律认识也能够培养出更多维护台商权益的人才。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谢谢陈主任接受访问，谢谢您，谢谢您。